忘了给信号是他妈的，队友小心一点，现在。忘了有信号不断的去越塔。
他把我信号屏蔽了，屏蔽很不正常啊。他觉得他这个英雄需要对线专注啊，但是你妈的，被想一个把把抓的负担级兄弟，那下就好。发信号提醒一下下路，但是也不知道啊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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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隔层已经回来了，兄弟们 ，I am back。人头也不抢，团队有推进。大姐机关起来了，前面啊！啊，给兄弟们搁那里动不动就踩翔个头，兄弟，翔哥只是没认真。我怎么买杜兰打不过啊？打不过，把别人秒了，兄弟们。太狠了，现在这英雄，我怕。我这耻辱的时候，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节日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昨天是国服第一，今天还是国服。这还是我应该有的节奏了。
阿杜很累啊，小杜，阿杜很。哎呦，老婆成绩完是吧？哎呦，这波，妈的，逼兄弟！你他妈装起来了，他妈的个巴子！这小胖怎么一看永远在被勾啊，兄弟！这个锤子太热了，我打不动他，兄弟。龙王在旁边。完了，给自己来了个大人头，好慌啊！阿龙王，我不放心啊。必要玩家你们以为我要推这个塔？哎，我推吧。哎，我不推。嘿嘿，哎，老子稳。嘿嘿。我不给机会啊！刚才没办法，那就死。刚才死，我就死。
有机会是不可能的。OK， 妈要开绿豆车了。开创就吧，就吧，真不假的。三条路就好了。他发的表情，我没发表情。没这个点，他变成我。哎呦，是炮手，好的。买长剑我不买，兄弟，买灯眼。哎，我不行，我还要补一个。好的，愤怒的厉害。